娘这个字好像之前大家说不要乱用，好像会觉得对男生有一点不污蔑的感觉。对，但其实还好，我是觉得现在这个世代不一样。就像日本他们现在有讲说草食男跟肉食女，说什么呢？就讲爱情的态度，就男人反而就越来越只顾自己，然后不会去猎取别的猎物，对他就是低头吃草，温驯的。然后反而是女生变好想要再进入那个世界，是好像感觉听起来不烂。其实现在我觉得蛮好，就是女生的男性特质出来一点啊，有时候可以分担一些事情嘛。对。那男生的女性特质也可以出来一点，就是不一定要说男生都很 man， 然后有很多的社会压力、责任，干嘛？男生也需要哭泣的嘛。对。好，所以呢，等一下，哎，你会不会笑太硬了？好，僵直。僵持，你很僵持哎，没有，有一些这个也不错啊，心里住小女孩。好，第一题我们就问男女大生分开来哦。问男大生的是，在感情的角色上，你是比较弱的吗？请按圈叉。那女大生就是，你可以接受你男朋友比你娘吗？杰弟，你是比较弱的那一方。我完全就是啊，女朋友若叫我往东，我绝对不敢往西。要吃麦当劳，我不敢吃肯德基。马太，你打个大叉。我觉得就男生真的不能这样子，对，要有点，对不对？没有女朋友吧？哎，你有女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跟杰弟一样？不一定，看情况，看场合。对，有别人在，你就要面一点。就没有在，有时候他朋友多一点，我会就是比较听他话，点面子给他，这样做给他这样。哦，只要私底下我就会说，哎。去帮我把这个东西弄一弄，快点！只是对着空气讲而已吧。出去了，哎，干嘛？干嘛？事情跟空气。好惨哦，杰弟，你要补充？没有，我觉得陶姐，因为我觉得男生适时耍一点粮是很好，因为女生会喜欢。像我女朋友如果生气或干嘛，我就会像照片一样，我会装可爱。然后就是豆干压看，像刚一压就是二啊，然后这是四，你看四根手指头，然后这是五，对，然后这样一讨人厌哦。十一怎么比？你不能比两跟一，哎，好像很。但是女生能不能接受呢？我看洛丽塔，你可以接受。我本来从以前就比较喜欢娘的男生，对啊，都从小到大。因为他一直还在幻想的境界，对啊。哎呦，他也在前面他写了一篇，就是他的第一次还没献出去。哎呦，是邀稿我才写的。好，那就让他先想象就好了。OK。有真实经验的伟伟，你说不可以接受男友比你娘。真的啊，我觉得要有他自己的个性，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我会比较小女人，但是当交往过后，在过程中我会慢慢的让两个人的那种关系比较平等一点。可他跟你塞奶也不行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对啊，可以啊，是可以啊，但是我不希望他就是那种太小男孩的感觉。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大家，就是草食男会吸引什么样的个性的人来交往 ？Oh my god！起步烦呢，就是他，我觉得那种草食男，那种弱的男生都会吸引他这种，像他这种短低耶，然后就是只要看到男生，他就是勾搭的那一种，然后永远都会黏着他。阳光觉得是丑女。因为我觉得那个美就是草食男都长得比较美型的样子，我也会得罪人。这集请来了两对情侣，还讲丑女完蛋态度，哇，完蛋了，阿鲁巴这一定阿鲁巴的。其实没有办法容忍她的男朋友比她还要正，所以我觉得会吸引的是比较没有那么正的女孩。没有那么正。大家赞成她阿鲁巴吗？赞成阿鲁巴。好，马太跟那个杰弟把他抬下来，然后阿鲁巴 came to。阿鲁巴 came to。哇，厉害了！来，四个人要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人家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节目里面，结果被你这样一讲，真的是。对呀。哇，而且哇，那眼睛瞪好大，我的天啊！先阿鲁巴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先等会。阿鲁巴 came to 来。阿鲁巴 came to。哦，你看看。啊，一百百，一百百，冲！快点，快点！内裤都露出来了，哎呦，好惨哦！K two 会觉得，哎呦，给谁今天不能补大老二？给谁今天那个镜头都失焦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过今天呢，既然讲到这个草食男跟肉食女呢，我们起来这个，首先这个特别来宾这两位呢，长得可以说本身处于非常花美系的，可以说比很多的女生还要更漂亮。马上欢迎在新生代偶像团体 AK 欢迎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AK， 是
是 Andy 陈毅，我是 Chris 建宏，好久不见。哇，哎，这个两位真长得都非常的这个美丽花美，谢谢谢谢。会不会反而就是说会在意别人，人家说哎有点娘这样子？其实以前我会蛮在意的，但后来发现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个性，也是现在的一个潮流啦。对，因为刚刚纳豆还一直刁人家说啊哟，你看果然很娘，那带的那么多，一直拿那种头发的东西出来，化妆。我觉得最可怕的应该是你的小动作，因为有些可能很 man 的男生，他的小动作会让人家误会。比如说刚刚有讲到那个莲花指，就是不是莲花指啊，小拇指会莫名其妙的翘起来，不然就是你在笑。我啦，我本身我会这样，就是我在喝水的时候跟拿汤匙啊，你真的会翘小指哎，而且非常软，而且非常硬，你把我的小拇指推回去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就我会觉得骨头是就是要翘起来，僵直性小指。然后我在笑的时候，有时候他这个笑会让人家有点不舒服，有时候笑会这样。我会这样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没有关系，真的不要给女生或男生太大压力，他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叫你们两个在挑女朋友的时候，是真的会挑像阳光说就是没那么正的女生吗？不会啊，其实都看感觉。我是说女生会挑，是他们来挑。会交那种比较强硬的女生，差一点要被阿鲁巴第二次，真的完了。但是有时候常常跟女生出去的时候，他们会好像有点压力，对，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好像对很爱打扮，然后随时可能看到镜子啊，就去多看几眼，整理一下头发，或者看自己的领子有没有弄好啊什么的。他们有时候反而会觉得有点压力。今天有机会让你们两个平反一下，因为这个你们有推出这个新专辑嘛？对对对，是是是是。那这个新专辑名称叫做《哇哦哇》。听起来就是很 man 的那种专辑的感觉，可以帮我们现场演唱一下，然后看一下。